在深圳卫视的某综艺节目录制中，周韦彤不时露一把性感。不过在最新一期印度站录制过程中，周韦彤因为穿着太火辣给自己着了火。当天心情大好的周韦彤穿了一条白色超短热裤，还搭配过膝袜，露出大腿，俏皮可爱。同行的刘畅一看到这身打扮，就在一旁好心提醒：“你这样穿不安全。”对此，爱美的女神当然没有在意。不过之后，这身惹火的装扮的确给她带来了不少困扰。当众人在印度闹市做任务时，镜头里的女神似乎有些不对劲的地方，同时还频繁回头。原来她是被陌生人跟踪并摸腿，摆脱不掉的周韦彤大叫 Stop Mash Me， 那小孩一直在碰我腿，好烦哦。看来要想火辣也是有风险的。